就先生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哪里不舒服。我是那个眼睛的那个非常干涩。哦，非常干涩，那个有半年了，就是感觉就是可能是工作很努力吧，很疲劳。是。然后我就发现比如我开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好像视力也下降，看那个大的路牌子有的时候看得也不是很清晰，就觉得没以前视力那么好，原来是1.5的。大概可能是这样的感受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有咽喉炎。哦，咽喉炎呢是很长时间了。嗯，大概可能感觉应该是好像是上初中之后吧。啊，那就有咽喉炎。现在您咽喉部有什么不适感？就现在这会儿，就是咽东西有时候会觉得疼啊。哦，那个哎，这样子，咽东西都会感觉这里疼。现在也就咽唾液，哎，吞咽现在也会疼。哎，对，也会有这种就不适感。哦，但是好像也就这么慢慢也就过来了。哦，很能忍啊。哦，那也是好多年。好多年。对，好多年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处理他的眼睛，还有吞咽疼痛的。吞咽不适感。吞咽有一个不适感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处理这两部分。我一样按15下，哈。那你忍一下哈，这个点应该会很痛哦，对你而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那我顺便帮你出针骨下缘，这里疼哈。疼。等一下啊，这里是不是也疼？疼。这个都疼哈。都疼，都疼。是。那顺便帮你处理颈椎。嗯，这里疼吗？疼。这也疼。啊，疼了。嗯。这一点疼吗？疼。这一点是不是也疼？疼。我现在帮他按的是颈椎。颈椎每一点都疼，因为颈椎管理咽喉的地部位。那我们已经处理另一边了哈，我帮你舒缓一下哈。好。好，另外一边哈，您现在头在这一边。好，这样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好，那您头放在里面。这个疼吗？疼。这个是不是也疼？疼。还可以忍受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好。这个应该每一点都疼吧？哈。是的，是的。是。这一点会不会最疼？嗯，很疼。这一点很疼。嗯。再从这一点处理一下。
那颈椎我顺便帮你处理。这里疼吗？疼。颈椎也疼。嗯。这一点疼吗？疼。这里呢？嗯，这里稍好一点。哦，这里好一点。好，那我就处理疼的部位。这非常疼吗？已经处理好，我帮你舒缓一下哈。嗯。回去如果能够在这里热敷，情况会更进一步的好。好的。啊，他回去肌肉稍微痛，啊，你就稍微舒缓一下。好。好，你可以起来看看。感谢感谢，就眼睛立刻就亮了。是是是，那个因为我眼睛有的时候觉得很干涩，干涩到觉得眼睛还有东西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单位坐在电脑前坐不住，然后就跑去洗把脸。是，现在就觉得就轻松很多很多。是啊。哎哎。颈椎呢？吞咽感觉现在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不会痛了吗？没有感觉了，是啊，没有感觉了，好，没有感觉了，嗯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这位先生，谢谢张医师，感谢张医师，不会。